对，高兴，你等会儿吧，小姐。找那个地方你找不见，姑姑能找见了吧？耶，站起来，姑姑能找见，姑姑能找见，姑姑早就把姑姑带上一块儿去嘛。哎呀，年前发的东西终于今天到了，过年多少到了，到了现在了。哎呀，哦。你的他们给你烧金的礼物烧了。嗯，有嘞。有。嗯。不是还要给？还要给。还有一个号码给他们，给你。嗯。哦，行，我一会儿问一下。高兴。哎呀，你俩今天都是穿的牛仔褂。嗯。我看，你俩在一块，我看。高兴，我看你跟你妈妈谁漂亮？爸爸看你跟妈妈谁漂亮？哎。哎。能走吧，姑姑，姑姑干啥？梳头发呀。梳头发。好，出发。走。走吧，高兴。给高兴钥匙，给。车钥匙，给。高兴。儿子，给车钥匙，给去出去吧。对，去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看看，还是高兴积极啊，小姐。耶耶，我看家里面。他烧掉了高兴。高兴跟我一样积极，一说出门蹭蹭。高兴。车怎么按？按一下车。啊？来，给爸爸按一下车。下面按一下。嗯。嘿，看。哎呀。再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嘿，锁住还动呢。嗯，锁住，还锁住，把它锁住了。开啊！嘿，这是开了哇！我知道开。嗯，锁住，高兴，不能开，锁住。高兴，咔嚓，锁住。啊，锁住，高兴。锁住，他是看人家拿着吃的了，他看你哈。哎，对，锁了。走，高兴，自己下楼梯。来，爸爸看你自己下楼梯。来，走，咱们下去。走，咱俩先下去。走。哎呀，走了。哦，走，下去走。走了。爸爸看你怎么下，爸爸看，哎，不能坐下，一会儿把衣服又弄脏了。哎，姑姑里面有钥匙，你快把它锁住啊！这么慢，你告诉姑姑说，下次就不知道就把你锁在里面了。哎呀，比你还爱美了，从早上能打扮现在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姑姑也是爱美了。一早上出来能打扮能比烧鸡还打扮，直接操茶油抹粉的。咦，那我看一下，看你打电话问一下，让他发过来，我看不懂啊，他到哪了。有多重？有20公斤。嗯，搬不动。嗯。来，你搬。姑姑。他家看什么？带我。姑姑的。姑姑里面的，他高兴呀。你看，你都搬不动，还我搬，慢点啊。小高兴走，姨，哦，走，看一下，快点过来，好吃的，对，好吃的，你看，好吃的拿过来，快点，过来，哎，高兴，你让他妈咪爹了，不该聊那个，
干的嘛来了呢，不过来。你的东西，这个是我种的一些，这边。等一下嘞，我哦吼，你是不知道啊？他又挂了个马桶了，W型的马桶。什么？这边？嗯，铁道。就在边开开嘛，他放里面怕人抢了。嗯、来，国庆，过来，爸爸看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来，这，啊，我看，我看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看，爸爸看，爸爸看，高兴也大。我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哈。过来，过来，来，来，爸爸这儿。哎呀，来，过来。这有贵州朋友给拿的辣椒面，还有灯笼、对联，还过完年了，就是明年弄了。还有，哎，好像还有李哥给拿过来的衣服是吧？这是啥了？嗯。我知道这里面是啥。我知道，没有什么了，都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对联灯笼。这什么？过完年了，灯笼。哦，灯笼你们得有多少？看看有多少灯笼。明年了，有多少？红灯笼。那个应该是衣服。高兴，哎，看高兴拿什么了？姑姑也不管。哎呀，我。我拍视频，拍视频我又倒说他。看个小孩看不了。啥也不管，好嘛，我是真服了，这个心真大了，我不知道他那个三个小孩咋带大的。他的妈妈喊的要。好意思，姑姑生了三个小孩没管。嗯。哦哦哦，对了对了，那我知道了。他的妈妈喊的真的呀。哦，真的，要不然我说这姑姑白当妈了。这是衣服应该，是吧？李哥寄过来的衣服。哎，好多灯笼呀！正月十五能挂了。哎呀，还有朋友给拿的酸辣粉，嗯，对联儿。贵州中医的辣椒面，这个是脆烧，贵州特产，这是。啊？这个自己你看，都是这个啥一些油一类的。我一会儿弄，这是李哥给拿的衣服，这个是李哥从日本拿过来的衣服。